我是毛老汉，我在绍兴，我在上虞，我在吃桃子。今天啊，天气不错，准备给你们拍这个上虞啊，大概是什么情况？走，这个桃子还是挺脆的，还可以。路演中心是个什么地方？是一个有演出的地方吗？这个太阳啊，躲在了云的后面。这个停车位还可以的呀，画在这个树中间，有一定设计，非常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空间，还是不错。前面啊，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中心，就这个东西。近距离看一下，走，哇，来了，跟自行车打的。这边啊，是一条河，一条小河。这里还有电梯，我准备上去看呀。就这个电梯，走。